大哥，这个美女找到没有啊？没找到。那到底会不会过来啊？不晓得，眼花缭乱的。那个来了，你也要拿找到。我有个要求，可以吗？啊？什么要求啊？啊？剪头发。哎？剪头发。不剪头发。这个用干嘛用啊？干嘛用？嗯。你会不会看一下评论的？不知道。不会看啊。没怎么看。待会去理个发去吧。理发可以。啊？可以。顺便把鼻毛剪一下吧。要不我帮你剪。我也会剪呢。啊？我也会剪呢。对，把那个鼻毛剪一下。来。不要拍嘛。好，不拍。好，那个陈师兄剪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好多了，没问题。这里有衣服吗？啊？这衣服不是我穿的。给你买点衣服，买一件他们这个衣服穿一下。这个没意思的，他。老板娘。女孩子。有没有男孩子穿的？有吗？有女孩子的。去那边拍美女嘛？哪里有美女啊？你看啊，这个也是美女吗？这个太小了，不适合你。不需要哦，适合我的才拍呀。我主要是给你找对象。你可以拍一下其他美女。这不是帮你找，我都不来这里，我都扒这建房子去了。那两个怎么样？前面那两个，那两个蛮高的。能。走，我们吃点东西去吧，饿了。我去找东西去。烧烤。吃喝玩乐，应有尽有。我喝瓶水就好了，大哥。你不吃东西啊？你吃这个吃得来吗你？喝瓶水。你敢吃吗？这里都有。这哪个？搞个椰汁吧。这个是啤酒啊。拿嘛。帮我拿一下，我来买的。再拿一瓶。不用。待会给小米备着。等下小米来了又没有。这个是不是啤酒？不是，那是汽水。四瓶啊，四瓶这就不够了。我来买。我来。我这里有啊。没事，我来付。拜拜。6万，扣税。走吧，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小米。来了，哇！小米这身衣服好看了。来，把你买的水献上啊！是这个吗？就是这个呀。要不到我。你好，沙白丁。沙白丁，好漂亮哦。喝水吗？啊？喝水吗？喝水。不用。不用客气嘛。这，你亲戚。你家里人？嗯，对，叫我姑姑，叫我妈。沙白丁。沙白丁。你好。喝水嘛。哎，来，不用客气嘛，刚好视频，来。来嘛，来嘛。你适应了。对，大哥车，走动一点。谢谢。大哥。来。你妹妹。这个吗？啊。是另外一个朋友。啊，朋友。喝水嘛。办好了，再见啊 ！Thank you。没事，我们重新买过。谢谢啊。客气了，他们刚来这里啊。小米这身衣服更漂亮哦。
你们吃东西吗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没事嘛，刚好我们也要吃，我们也饿了，找个地方坐嘛，我们一起吃一点。那么吃点东西可以吗？等一下嘛。等一下。你们现在要去干嘛吗？这不就有吃的吗？哦，对嘛，但是你先去那边，等一下我找你们，然后我跟你一起。好，行吧，好 ，OK， 好，玩得开心，拜拜。好，要买两瓶水吗？完了，大哥钱，水又没了。钱哥，来，我请你玩。我不会玩这个。大摆锤。不想去玩，这个不玩这个。体验一下嘛。要不你在下面转，我上去。我帮你拍。你帮忙转，我坐到上面去。陈哥，来，我们去抛绣球。来，来，就往这中间一站。没地方，中间。没关系的，你站嘛，来，站，抢过来，抢得到，来，他不怕我给你抢得到的吗？可以抢的，可以的，没事的，可以抢，来，伸手去抢嘛，来，给你试了个饭，来，两只手，不怕给别人的抢得到的吗？没关系啊，没事的，靠拢一点。把它挤过去就能抢到了，对，再靠拢一点，来，他抛给你了。你看他们技术不行，没练后呀。陈哥，刚才给你抛绣球那个女孩子好像到你有点意思了，请她吃橘子，来，这有橘子，哎，买一袋橘子给他们吃。他们溜了。啊？他们走了。走了，买了橘子追过去嘛。他们三个应该都是单身的。不知道，妈妈，不行，不敢去。那你这样子我真的是帮不了你哈，大哥，畏手畏脚的，这不敢那不敢，你还想人家跟着你啊，没办法呀，大哥成，这么好的机会在这边来抛绣球的都是单身的，抛绣球给你接的都是对你有点意思的，那就看你自己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了。我真的是操碎了心啊，疑难杂症，急死我了，实在不行我也只能放弃了，无能为力啊。我说这里什么情况，爬竹竿比赛，今天帮大哥陈煮了个局，欢迎。三百弟，
怎么称呼？叫什么名字？小丽。小丽。啊，你好。说话呀。来吃东西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多吃一点。对，吃。是吧，大哥？别客气了，反正你买单。开玩笑的哈。吃这个你们叫什么？这个木瓜。木瓜，你们说什么？啊，打麻风葱木瓜。好吃，好吃，一瓶够谁喝？一瓶你喝，你喝一瓶。他竟然随身携带一个开瓶啤酒的。先放一块，满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能不喝酒呢？是吧？来吧。啊，好。哎，大哥。那天去，他在大哥那里喝那种冰酒，舒服。没事，随意一点，就用手抓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吃不方便，没关系。他听得懂中国话吗？他听得懂中国话吗？听得懂啊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吃就可以了。来，幸会啊，幸会幸会，来吧，美女，小米小丽，啊，亮很漂亮，非常。干杯，干杯。哎，你别给我倒，你给美女倒。你怎么这么不会来事呢？该说不说的，这位小丽长得真的有几分像安珠哈，跟安珠有几分像。真的，你们老挝女孩子怎么都这么漂亮呢？还很谦虚，嗯。
小丽有没有男朋友？你有没有对象？这么漂亮怎么没有对象呢？吃嘛啊，多吃一点。要不要吃那个你们的那个？不要了，吃点主食嘛。啊，来跟他们敬一个，提一杯啊。来，大哥陈，提一杯。哎，真爽，这啤酒。陈哥，这两个美女你喜欢哪个？啊？那不可能两个都要吧？要不了一点，要不了一个，能不能要一个？那你问一下嘛。小米，哎，小丽。小米，来敬你们老板，老板，啊，喜不喜欢你们老板？未来的老板，那我们吃霸王餐啊，吃完跑路啊，啊，让他们买单，那不行啊 ，AA 制，拍他们，小米，喜不喜欢老板？喜欢。他害羞了，小丽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我老板？小米喜欢，小丽不喜欢。好了，嗯，吃好了没有，大哥陈？破费了。啊，又让大哥陈买单了，大哥陈抢着跟我们买单，啊，行啊，我们看一下美女去哪里玩，好吧，然后这一期视频我们先分享到这里，跟两位美女去他们家里看看，带大哥陈去逛一下。